泰国货源，代理商，这个团伙我非常了解。他们向来低调谨慎，反侦察能力强，再传递什么信息，再试探我，他们会再次交易。 有人付出了鲜血，甚至是付出生命，但是你们没有退缩。我们背后有人民，毒品一日不侵，战斗一日不止。 法律才能制裁你。